市长委提上个伫即个高雄啊，中卫区一处建南接待中心，来接过着建南单位业者所捐赠的青豪宅模型，即间新厝将作为台南购物节的加码抽奖的奖品。台南购物节配合着500元的发送来即持续来加码着大奖，即厝要抽着几多金？市长委提表示讲，目前台南购物节消费的发票登录的金额超过着84亿，希望透过着加码抽着青豪宅持续创造着消费的利得。去年我们台南购物节的这个总抽奖参加抽奖的金额高达66亿又800万，今年已经早就突破那个数字了。好，那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84亿了。那我想这个抽房子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媒介哈。那但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购物节本身它的内容要好。第二个，它豪宅本身我们不是这个预售屋，我们不是这个随随便便找一个，都是精挑细选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房子。而关键的青豪宅建设公司表示讲，这户厝是位在高雄啊中卫区，距离市区是真近，面积是31平方，目前市价是880万。那这个标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位于我们台南唯一的一个立建筑的一个示范从化区。那这个从化区不但是台南唯一，也是我们全国首座低碳绿能的一个示范区。2+1房超过实际价值超过880了，但是事实上这个房子只要住得舒服比较重要。我相信九分子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社区。市府经发局是表示讲，只要在今年3月5日进行在台南任何一间店家消费满100元以上，会当登录到发票，消费愈多，登录愈多，就愈有机会抽到这个豪宅的大奖。南平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